但潘怡美只是 TVB 现在最受力捧的小花，入行七年足足拍了15套重头剧，不过都因为这样 Gloria 已经就快三年没回过温哥华探家人了。有啊，始终来的都三年了，真的很不舍得，我在想着疫情完了，希望工作第一样东西就回去，我想我家人都很挂住我，所以就第一件事无论如何都好飞回去。我自己从来就不会想是不是力捧贵的东西，因为我成日觉得我会很珍惜每一个机会，即无论如何我都会做到最好的。当然我其实我在我里面，即我自己心里面我工作的态度很高的，我家人也都很支持我，我妈咪一定不会，如果问我妈咪爹哋选择的话，他们都一定会说工作最重要，跟我一样。所以我希望，即如果可以选择，我都希望可以忙到停，即暂时来说工作这么忙就没时间拍拖咯。追求者已经是大概暑假那阵的事了，现在已经没了因为我都属于挺清楚自己喜欢什么的，如果我不喜欢我通常不会继续 lead 那个男仔，即我会很快即给他知道，我们不适合，那我们就做回朋友，一是就不再见了。所以我现在目前为止是没得闲的，即除了工作以外。